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买快，我们今天要来玩一夜狼人杀。Hello， 大家好，我是猫。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大家好，我是杰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优衣。Hello， 大家好，小花。今天我们要来玩狼人杀系列，没错，狼人杀系列回来了。同学，怎么其他人都有带书，阿丽也扯嘞？哈，我不想看书啊！啊！爆他！爆他！爆他！我们要来玩狼人杀系列。今天呢，我们玩的狼人杀系列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呢玩的狼人杀叫做一夜狼人杀，嘿，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晚上就能够分出胜负的狼人杀系列。它跟一般的狼人杀有什么差别嘞？在这款游戏里面的狼人嘞，他没有办法杀人。对，你没有听错，它是一款报名至上的游戏。所以等一下下来，你看到我们邀请的名单里面有一个报名，就知道等一下下来，我们应该先票谁了哈。那那就在开始之前，如果报不喜欢我们这一周一夜狼人杀系列的话，想看到第二届，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来一个杀戮的数字好了，杀戮，36,366个喜欢，对，36,366个喜欢。我们再找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玩第二届的一夜狼人杀系列。那今天如果你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你这辈子就不会遇到报名，对，不会遇到报名。那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怎么玩好了。各位同学站起来，站起来，起立，嘿嘿嘿，起立，起立，起立。那同学，你刚刚有停课吗？同学，转学生，起床！不要打人，大家不要打人，好不好？起床啊，转学生！喜欢，禁止暴力，好不好？欺负转学生啊！这里有书，这里有书，打打是书啊。然后看一下书上面写了什么东西。首先，它总共有11页哦。那规则非常的多。基本上来说，它的一般的规则就跟狼人杀很像。那我们就看一下它有哪些角色好了。好，其中我们把一个角色给关起来，因为我们觉得它的平衡有一点点的破坏平衡，会让狼太强，就是所谓的狂人。所以等一下我们在玩的游戏的模式里面没有狂人这个职业。那我们直接翻到第二页。首先先来看一下好人方。好人方嘞有村民是好人方，他就要想办法就是抓出狼来，他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小废物就对了。好，再来占卜师也是好人的职业，他在晚上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一位玩家去看他的职业是什么。然后再来第三个是怪盗，是一个我们觉得也还蛮 OP 的角色，可是他没有办法关起来。怪盗嘞，他可以随便互换一个角色的职业，超 OP， 超级 OP。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坏人方啊，狼人嘞，他是第二个晚上才能够杀人啊，可是这款游戏只有一个晚上，所以他不能够杀人，他就是要想办法活下去。他只要活下去的话，他就可以把整个村庄里面的人通通都给吃掉。所以狼人呢，要想办法活过第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就行了。下一个是狂人我们不用看。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自杀客，我们会把它加进去。自杀客嘞，他有点像是局外人，就是他要其他人全部人去投他啊。如果他被票中的话，他就获胜了啊。人类呢跟狼就失败了，对，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奇怪的角色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玩的所有的角色，其实不会太多，但等一下玩了一场之后，大家会更了解，我们就不用看书了，各位就鬼鬼，你不是垃圾，出来！我。你要吗？你也是可以资源回收的，好不好？不可能，没看、啊。各位同学，站在讲台上了，我们的第一届一夜狼人杀准备开始 ，In 3 2 1 ，Ready Go Go！ 来，我们今天玩的一夜狼人杀嘞，是采取两回合辩论制。那现在可以看到，在聊天室里面呢，会有我们可以选到的所有的职业，有三个村民，一个自杀客，两个狼人、怪盗或者是占卜师。可是，在场我们只有六个人，也就代表说会有两个职业是没有的。所以，等一下。也许完全没有狼人，或者是没有占卜师，没有怪盗，甚至村民就只有一只而已。所以等一下大家看看大家的角色是什么。那怎么选角色嘞？角色是在这个地方一走出来的时候，有很多间房间，有点像是枪弹辩驳，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旅社啊，我就选黄色好了啊。进来之后嘞，大家全部找到自己的房间之后，羽毛你不是绿色，进来不是进来绿色，绿色没人要啊，就要睡觉了。那如果你是有职业的角色呢，你会被传送到一个空间，你就可以去选一个你想要看的，或者是你想要换的角色。例如我现在想要看羽毛啦，我想要看啦，看啦，可以看啦，现在就看我头鬼啊！如果你全部事情都做完的话，你可以按一下那个墙壁上的金砖，就会直接结束，直接马上到早上，一个晚上就这样子过了。因为这个是一夜狼人杀嘛，狼嘞他需要到第二个晚上的时候他就会变身，所以第一个晚上的时候狼没有办法变身，所以不会有任何人死掉。那
我们的游戏方式是采取两轮的辩论的方式，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从小光开始来，好了，好不好？好，我是一个好人，结束，就这样子。OK， 换我了，换我了啊！还顺带一提哦，就是当别人在讲解东西的时候呢，不能够插嘴，对，不能够插嘴，一定要轮到你的时候才有办法讲话。但是如果你附和个一两句话是 OK 的。再来换我嘛，对不对？我刚刚说我看到羽毛嘛，对不对？是羽毛，我直接预测你的职业是什么，你就可以相信我了嘛，对不对？嗯、你的职业是平民。下一位，哦，我是坏人啊。我想要当报名啦、啊、那我踩一下小光好了啦。哇哇哇啊，如果说你等一下什么都没讲话我就投你了啦。下一个。我不是平民啦啊，但我是好人啦，就不说我是什么啦，我是怪盗啦。你不是平民，我是怪盗啊，但我换到是好人啦，那我先不说那个好人是谁好不好？不可能吧。好，就这样过。哦那目前可能先站场上听起来比较有讯息的好人，那个就是羽毛的边啊，至少等他下一个爆出来他换谁之后，至少有两个好人，加我的话就三票，看看之后发言这样。好，过。OK， 好，所以羽毛是怪盗哦？不是啊，怪盗，哎、欸，怪盗，听我怪盗如果显示的话，他会显示好人还是怪盗？他会显示怪盗，对，就是知道他是怪盗、啊。所以羽毛跟阿神是。阿神到底是不是感觉有点混乱？你看着我，你看着我诚恳的眼神，还是羽毛想要弄他？他想弄我？哎呦哎呦哎呦！就先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职业过。好好 ，OK。第二轮辩论开始。我是觉得啦，杰克他想要演出自杀炸弹客，想要乱踩，又这样感觉太明显了。他不可能，他一定是狼在扮那个自杀炸弹客，假装自己是自杀炸弹客，然后可他其实是个狼，一定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阿神的立场也有点怪怪的，我不知道。我在这边哦，站在这个位置哦，旁边特别有一种狼味，你知道？哦，很重，你知道吗？这种味道。我的感觉是这样，这两个我各踩一下结束，我按按钮了，换我了。这是第二轮的我嘛，对不对？我说啦，羽毛真的是平民，然后他可能刚刚是想要吊人。大家等一下听到羽毛那个地方的立场，应该就会知道，我讲的是实话了。那我现在目前听起来，小光是跟着逻辑走，但杰克的话，我觉得他最有可能是狼，因为他在假装自己是炸弹自杀，就是炸弹客，要大家去不投他，但他其实根本就是狼，所以我会投给杰克过。我觉得这相互矛盾吧，一下说我炸弹客，一下说我狼，说我狼，然后这一个就是一定要投嘛，一个是不要投他嘛，这不就很奇怪吗？没有奇怪，没有奇怪哦，这是一种战术。哇，逻辑被看穿有点僵，对不对？一直乱动，一直乱动，在思考哦，好惊哦，杰克很怕啊，没有，想不出来讲什么，过了吗？我不是怪盗，我只是一个村民。你看，哇，我相信阿神是一个占卜师。然后刚刚看，如果这样，我刚刚讲的话，应该很多人会踩阿神，所以踩阿神的人就不奇怪。所以我会投鬼鬼或者是杰克，两个可能是双狼，然后小瓜可能是平民，然后小雨应该是平吧，就这样过。好强哦，这是战术啊！哦，好厉害哦 ！Combo 技 ，Combo 技，酷。那目前场上唯一赢家就是阿神嘛，看他看我投谁吗？我也同意那个羽毛的观点，看就是龟到底，我觉得龟鬼鬼可能比较保险一点，是吗？毕竟杰克也是有可能他是自杀炸弹客。对，你说你想思考吗？我觉得这有点多啦，我觉得这有点多啦。啊、至少有一个就是完全没讲话，搞不好他就是滑水狼啊，就是看怎样危险。我要滑水狼哦，好，我知道了。我是一直都是村民，然后这样看下来呢，杰克应该是狼没错，那小雨应该是另外一个狼。以这个逻辑来说，阿神跟小光推论的杰克呢，他就是假装炸弹客的狼、嗯，这个比较明显，所以直接归给杰克应该是胜率会比较大。好，然后小雨就是最后有帮忙那个要拉给我，就是分散票嘛，所以他应该是另外一只狼，应该就这样。理解理解，两轮结束，进入到你压力的时期、哦。如果有任何人想要跳出来喊话的话，可以现在趁现在快跳出来。好，我喊话，我觉得阿神跟那个杰克都有点危险，有可能其中一个是自杀炸弹客。我跳出来喊话，我投给杰克 ，Go！
杰克有点可怕、啊，我觉得小雨跟鬼鬼怪怪的啦。杰克，杰克吗？我觉得他是光狼，小哥动动你的脑袋啊！哎呦，怎么动动你小小的脑袋啊？哎呦，我哎呀，动鬼鬼，杰克、欸，来喽来喽，答案要揭晓喽，答案要揭晓了，杰克会不会是自杀炸弹客啊？应该不是吧？哎呀，土星，土星，拜呀！什么什么？小何，拜拜呀！拜拜，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什么？别包啊！他是，他真的是自杀客，自杀炸弹客啊！结果是小光，我去，有一个狼人。我是狼人，哎呦，可是一个刚一头阿神的啦，逆向思考哎、欸，哎呦，逆向思考哎、欸，我就觉得他有点怪怪的啦，我都觉得杰克怪怪的，杰克获胜，再来，不，大家都会玩了吗？来喽，我们的第二场，差点就赢了，心机到爆炸，好强啊，好强啊，杰克，杰克要先讲划水的啦，等一下先把杰克团掉啦，票。杰克啦，报名另外一个颜色，报名紫啊，对，我换颜色了。为什么？为什么要给我抢紫色？是西瓜这个颜色，它是西瓜布脸哎，好酷哦！等下先咬绿色啊，特别绿色还蛮不错的吧？绿色先咬好不好？好，咬绿色，不要咬我啊！一下就咬绿色，不要啦，开玩笑，不要咬我啊！我哦，在查东西哦，在装啊，我稍微思考一下，我要看谁了，开始装了，我思考一下，我要看进哪一个门呢 ？OK OK， 理解理解，绿色的好的啦，好，我大概看到一切了 ，I see， 都还没天亮就已经开始了，对，我梦到一切了，梦到只看一个而已吧，来喽，这一轮我们从我开始来好了，好不好？好，我先跳出来。我是占卜师，因为我刚看真的很久。我占卜到，我不是看人，我占卜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村庄里面没有的职业，我占卜到这个世界上里面没有自杀客跟怪盗，所以不用害怕怪盗，好不好？也不用害怕有自杀客。Okay. 以上报告完毕，下一位。我是好人，可是我觉得阿神这样跳出来怪怪的，从上一场就开始在演了，已经在铺扯了，有没有？我跟你讲，我的感觉是阿神就站在金色按钮，然后都没有动，就我思考一下，然后假装演了一大部分都是按下去，好不好？我觉得踩一下他结束，因为幻想哎、欸，下一位。我也不信阿神，我看为什么有没有？我做人太失败了吧？队长，在场有自杀客跟怪盗可以跳出来吗？好不好？好不好？没有嘛，对吧？好安静啊！詹姆斯看不到有没有自杀或怪盗，看得到，看得到。可以，他如果选自己的话，他可以看到。看到场上没有选自己，对对对对。可重点他没有选啊，假的啦！他演得很技很高啊！你们等一下，照着这个逻辑，不会有人自爆自己，然后也不会有怪盗，好不好？就照这个逻辑去想。好，先不要怀疑我是不是？那你们脑袋中就是可以存在这个逻辑在，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好哦，好哦。那我是村民，然后就下一位。OK， 行。好，我是个好人，现在看就是阿神一边，然后小光跟小雨是一边。就看等一下那一轮谁讲的比较好，我谁讲的比较好，我就跟谁，就这样过。OK， 杰克，那我目前有一个职业，同你。杰克，好说话，同我。那如果突然又爆出一个自杀炸弹客怎么办？然后阿神是狼嘛，不会有自杀炸弹客啦。哎呦，能不能点？能不能点？第一轮，我目前有职业，但我还想要再看一下。OK， 第二轮我还是维持我刚刚上述所说的，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人跳出来说他有自杀客跟怪盗，我的论点现在在第一轮已经被证实了。那我已经过了我这一回合了，我刚刚看到的就只有这一些。我想说，如果我看一个人的话，太难取得大家的信任，那我就直接跳两个职业出来，好不好？我 OK， 结束过。我有新的观点了，在阿神这两轮的讲述感觉哈，我闻到他旁边有种 TNT 的味道，假装自己是没有，他就是讲说我们没有炸弹客，没有怪盗，然后就是隐瞒自己是炸弹客的事实，然后让大家去票他，其实他就是炸弹客。我的 TNT 的味道太腹黑了吧！哦，你很重，那个炸弹客太腹黑了吧！不要点他，不要选他，我觉得他是炸弹客，不要选我，下一个，很有可能，对，我暂时听，看等一下，我想听杰克的发言，再看看阿神的话，因为这个论点我觉得没有很成立啊，因为
炸弹客，我想想，炸弹客目前是还没跳的，可是他可能在后置位还可能会再跳。然后怪盗他如果换到狼人的话，他也不可能跳，所以没有办法实际证明真的他们在。没有错，我的如果没有错，对吧？没关系，下一位，没时间了。哇，这样阿神那个有点难跳清了。没关系，那反正如果你们怀疑我是自杀炸弹客的话，不要投我没关系。但你们就是脑袋中灌输这个逻辑进去好不好？我这是唯一能够帮大家的方式了。哦，有点炸弹味。哎呀，然后杰克说他有职业，等一下看他到底是什么职业。因为他如果跳职业的话，就代表阿神就讲错了。OK， 好，下一位，所以要看他。嗯现在就是小光一个，小光小雨一个，然后阿神一个，杰克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我想看杰克怎么讲，再决定我的票怎么跟。谢谢，就这样。OK， 好了，我没有职业。你看，这关键很烂哎、欸。我要压力。我觉得羽毛怪怪的，羽毛一直假装自己没有那个思想，是他是狼。你说就是这几场的狼都很低调。压力，我觉得小光好吵，票他。没有啊，票他。我是觉得会不会等一下又变村民内斗啊？对，村民内斗，我是村民，我真的是村民，我就站得住脚。OK， 讲话记得按一下正底下的按钮啊。好，我按掉了。那如果好人的话，我可以讲一下吗？是。是因为现在如果阿神真的是占卜师的话，那现在真的如果真的没有自杀跟怪盗的话，那场上会有三村民跟两狼，除了阿神之外，那是啊，你剩7秒，你剩6秒，我不知道，跳羽毛，我选小光，跟着占卜师走。小光是红色，小光是红色，票死他，票死他，票死他，票死小光，对啊，怎么会输啊？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就算平民输啊，我也开心啊，气死我了，气。你们在群报名，你在报名啊？我就跟你在报名啊，只有报名才会赢。过来呀！哎呀，我死吧！我不想啊！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羽毛，小哥哥烂分析，这么烂分析，乱咬人。真的是没有互咬啦！报名耶！哎呦，是报名了。小光这个人是扎扎实实的报名，真的是很糟糕。好来了，怎么来了？第三场喽！对 ，Two One， 来 ，Go Go！ 听我解释啊，平民们！不行啦，你都太会演了，都觉得你怪怪的。我太会演，我分析超好，好不好？哎呦，蓝色。我说的也是有道理啊，对不对？道理屁，炸弹客也可以这样玩啊。道理屁，我把你想得太聪明了，对不起。哇，好凶啊！没有啦，开玩笑啦，哎呦。天哪！是不是有人又要那边演一下啦？那个金砖哦，等一下，有点难按啦。好了。Okay, 这一次来，我们从小雨开始来好了，好不好？来，小雨。好。我今天有一个职业。我今天有个职业 ，OK。OK。我晚上看个人。OK。是我晚一点再看。OK。我今天突然我梦到一个职业，然后我这个职业就暂时不说是什么，我先看下去。又开始。我讲个比较诡异的东西啦，好不好？我晚上的时候呢，听到我附近，我不知道是哪一边，我附近有个很快就按下按钮了。对，就这样过。是怎么听得到的？我听按钮的声音，好强哦！隔墙有耳啊，再来。那换我了吗？那我昨天睡了一个还蛮好的觉，然后梦到好像前晚有人放一个水屁，就这样。前晚你梦到前晚比较多。啊，昨天呢，那个妈祖托梦跟我说，但是他说什么，我现在还不能讲，我要先看一下大家的说法。过来，好多东西，我啊，今天早上肚子不舒服、啊。
我是平民。OK， 下一位。就是平民。好，我是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我是占卜师。哦，占卜师，占卜师。对，然后呢，我昨天晚上验了解课，我是一个平民。嗯哼。对，然后目前场上可能就要看一下有没有怪盗啊跳出来下或是什么之类的。所以现在平民有杰克，我跟小雨可以暂时确定。你先不要那，以我的观点，以我的观点好不好？以我的观点，杰克，金水。对，然后看一下小光说他有梦到什么，然后那个鬼鬼也说有妈祖托梦，可能看看他脸发炎。对，好，我的位置有点尴尬，可是我就这样讲好了，我刚刚是梦到小雨，他是预言家，我跟他交换了，他现在是怪盗，然后他刚刚在转换之前是验杰克是平民，所以我会信小雨一票，所以这边有三个人是好人了。杰克，我跟小雨是好人，那现在最有可疑性的就只有三个人，就是阿神、鬼龟跟羽毛，如果里面有一个炸弹客的话，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挑出来。剩下两个就是狼，结束。好，我就是个村民，我现在跟小雨，就是小雨真是正确的观点，就这样。好、哦，下一位。那我这边的话，我确实是村民。那刚刚小光说的那些拉力拉渣，我现在是不想听啦、啊。好气啊！好气啊！自愿吧，这是自愿吧。我目前我是觉得，假如羽毛真的是出名的话，那我们就先用这三票去灌其他人，先看他们讲什么。先压小光。等一下，等等，我是怪大。下一个，好了，开玩笑。好，妈祖昨天跟我说啊，那个小光有点奇怪。所以你是占卜师吗？还是你是什么？还是你只是妈祖？真的就是有妈祖跑到你梦？其实我才是怪盗，然后我换的是小雨的职业，然后小光，我目前是觉得小光怪怪的，理解，我就会踩他这样。所以如果有村民的话，最多可能是三位。如果也把我算进去的话，就假如暂定，假如我是好人的话，会有我杰克。跟羽毛三个刚刚好成立，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是小光或鬼鬼可能性最大。但我觉得刚刚小光就是讲话的速度非常快，我也觉得可能性大一点点。我还是跟小雨讲谁，我就跟谁结束，两回合结束。那谁要移压力？我移压力。Okay. 我觉得鬼鬼真的是了，鬼鬼真的是狼了，或者是自杀炸弹客，因为他可能要挡刀。理论是我真的是怪盗，我没有屁用，这不是理论啊，我没有办法，我说不出什么理论，可是我只能很诚恳的跟你们说，我真的是怪盗。请按下那个按钮吧，我们跟着小雨一起走。小雨，我们听你的。你有没有压力？快点讲，我听你走。我觉得鬼鬼怪怪，可是他可能是炸弹客，所以我觉得投小光比较保险。不要投羽毛啦！不要投羽毛！不要投羽毛！我觉得羽毛不是，我是信小光啦。我觉得小光应该是如果投鬼鬼的话，可能性有点太大。对，我觉得鬼鬼就是有可能他是自杀炸弹客，有可能。快快快，要快，还有。我自己想投羽毛啦。好，那就投羽毛，跟羽毛，上羽毛，好啊，羽毛，羽毛，难道是黄水狼吗？啊，羽毛家的老板，羽毛再见啦，羽毛拜，不要过来抱抱啊，羽毛不要怕，你有什么话想要忏悔啊？这自杀战客就演得太厉害了吧？你有什么话想要忏悔啊？谢谢大家。哇塞！哇耶！终于啊！哇，这回我保的不错吧？天哪！哇，幸好我稍微小小带了一下小雨的风向，哦，吓死了！小雨，不要被炸呀！你三五四啊！被累成炸弹客，大家就不敢。很难抉择到底是你还是阿神。羽毛讲的话太少了，大一点，大家讲多一点，可恶哎！今天我换一个比较幸运的颜色，来换一个。来换一个黑色吧，黑色，来，哎呦，欧鞋，我要紫，没玩过，都被踩走，入夜了，我要苏咪，我要苏咪，晚安，三点到了，闪到腰，
哇，你哎呦，睡觉也要闪到腰，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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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早安早安，脚抽筋，晚安晚安，哎呦，好可怜啊你们。我先开始好了啦。我刚刚睡的是黑色的房间，它有一种高雅的味道。哎、欸，怎么看就是我是神职啊！我已经预言到一个人是什么东西了。来，下一位。嗯嗯 ，OK。啊，怎么不讲？好啦，我就讲我预言到谁好不好？我就讲预言到谁、哦？我预言到鬼鬼，然后他的职业，不是很好哦。下一位，不是很好。他到底是怎样？好好啊、哦，我是村民啊。然后，预言家又不讲清楚。好，我讲清楚。好啦，你是狼啦。下一位。好啊、哦。OK。哦。哦，现在要直接踩我了。嗯好。嗯好啦，但我是村民，然后他一开始就踩错人，我是觉得怪怪的啦。就看我会不会滑倒了。小光换你，看一下后面。我是有神职啦，可是我今晚没有行动，然后我在想说阿神跳出来讲话，想扛刀不投他，然后鬼龟说是村民，我也不太相信，可是我就觉得有可能是。好，就直接换下一位，羽毛换你。现在看有没有新的詹姆斯跳出来跟阿神。太多了吧。对，就是对跳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小光不是对跳出来了吗？小光不是说他是我是没有做事，我不一定是占卜哦。我说我做，也可能是怪盗啊。了解，了解，了解。对啊，占卜没做事，睡哦。过。挖水狼，挖水狼抓到，抓到了啦！小雨，小雨，小雨，压力水了啦！好，我才是占卜师。哎呦， okay. 对。然后呢，我昨天验了。光是光是一个，他不是好人，应该这样。OK， 所以你觉得他是怪盗，对不对？好，对，因为在场也有只剩下唯一一个可能性，他是怪盗了，因为唯一的神职了。嗯，所以你这样子推论的话，等于是有奖跟没奖一样。现在唯一在场有预测的就只有我，我觉得在场两只狼，一只狼是鬼鬼，一只狼是小雨。然后小光是怪盗，我不确定他换的是谁的角色。那小光等一下可以喊一下是谁的角色。然后在场另外两位，有可能是自杀炸弹客跟平民，就这样子。所以羽毛跟杰克不是自杀炸弹客就是平民。结束我的论点，下一位。好，所以刚刚杰克不讲话，直接把水到底。水到底水了。怎么他不管做什么都好难让人家怀疑。真的，真的很难很难看他到底什么职业。对，所以现在。没想法，这占卜师居然没想法，合理吗？对啊，下一位。好，我跳出来，我是怪盗，然后我故意不换职业，我想看看有没有人会跳怪盗，那个跳怪盗的人一定有问题，所以我这次没有换任何职业，我是怪盗。那我觉得杰克应该不是自杀炸弹客，因为如果真的会这么会演的话，就直接过，然后让大家去投他，又很奇怪。他会不会是逆战术？你智商太高了吧？可是有基于他之前有过，对，有过自杀战课，真的大家投他的经验很难踩，这个很难踩。我先看大家怎么演 ，OK， 结束。下一位羽毛，现在就是阿神跟小雨互跳，詹姆斯一定其中一个是狼，有可能是自杀战课，我不知道要投谁过。OK， 杰克。那目前是对立的状况吗？那我其实就是个报名而已，只是不想说看你们会想要跳我还怎样。那我目前的话就是听小雨或者阿神，就看哪一边我比较信吧。小雨是第二轮的最后一个了，来吧。嗯，那我的话，我当然是一定要踩阿神，因为他就是跳占卜师嘛。可是，然后他踩鬼鬼的话，那我应该就是可以把我鬼鬼。基本上，如果这样顺着逻辑上去想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我，然后鬼鬼，然后还有小光。那接着我可能就是看啊，我在想，可能阿神是自杀炸弹客吧。如果他这样跳的话，然后那就是羽毛跟杰克可能是狼吗？好，低压力，千万不要投给羽毛跟杰克，投给鬼鬼是我决定百分之百验出来的人。就这样子 ，Go。好，鬼鬼的话，请跟我一起走，投紫色，投紫色。我信阿神，我真的信阿神。好，啊、我觉得，我觉得杰克吧。我杰克又感觉对啊，假装龙跟鬼鬼，请投给鬼鬼。啊！最后的结果是，我投鬼鬼了。回吧，人类们！我投鬼鬼了。完蛋了，妈！不知道。完蛋了吗？完蛋了吗？鬼鬼什么？鬼鬼！我猜鬼鬼是。
的名啦，是不是？该不会阿神是？你们怎么不相信我？还没，还没死，还会滴血。耶！哎呀，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我哪里奇怪？真的很奇怪啊！我这个人讲话这么诚恳，你为什么都不相信我？完蛋了，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不懂。完了，我难过。我难过，来了，今天的最后一场了，准备了，3 2 1 ready go go， 最后一场，我来选一个 lucky 的颜色好了，绿色，还是该选绿色，我们还是该选，走开走开，挡到我，挡到我，绿，还是该选黄色啊，蓝好的，来一个黑色，哎可恶，你去绿色，再抢啊再抢啊，哎呦，晚安晚安，哎呀，看看今天最后一场的颜色是，晚安晚安。嗯，恩特罗斯汀，哇，我要先这样子 ，OK， 好，啊，哦 ，OK， 早安了，早安了，早安，早安，哎呦，啊，这一场的话，刚刚上场是我先开始嘛，对不对？那顺时钟，小雨先开始好了，来吧，请我们，好，前面太烧脑了，我昨天当了一个睡了好觉的村民，是啊，下一位杰克，啊。哦，没人相信我嘛？那我是村民啊，当然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啊，就真的村民。哇，我跟到上一场相信你啊！哇哇，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几个人不管讲什么都好难信，真的，真的，你在这很邪恶啊！啊，好啦，我也是废物村民，没事做。下一位，三位村民出来了，就没有神职出来就对了，对不对？我呢，我不是废物啊，我是有用的村民啊，就是在床上跳一跳去。哦，好有用哦！我也是超有用的村民啊，我还有一个妹妹。结束。怎么大家都是村民？神职呢？我也是村民，我不是神职。真的假的？没有神职，没有神职。第二轮哦，第二轮哦，好人再不跳出来要输了啦！好人跳出来一下好不好？好人呢？我真的是平民啊，我希望后面有那个神跳出来带一下。要不要去救我？杰克，拜托，拜托，有点资讯，我真的有村民啊！天哪，资讯啊！真的啦！天哪！天哪！真的没有神职，我这样，我真的村民没办法玩哎。后面跳一下。场上这一场最后场是怎么回事？六个村民是不是啊？对啊，真的，村民六选二该怎么办？真的。第二轮结束完就没了，结束完，不然全部都不然，自杀三人课出来讲一下好不好？自杀三人课出来讲一下嘛。三人课呢？我真村民啊！我靠，好结束。我也是村民哎。我靠，两人结束了，有人要赢压力吗？不，哎，还是这场真的没有狼人啊？有可能，有可能没有狼人，要不要顺左？知道了，好，我投，我怕又狼人投小雨，我们这场顺左好了，顺左投，那我投小雨，小雨投杰克，杰克投 ，OK， 啊，记得颜色哦，所以是黄色，投黄色，确定，按一下按钮，你要投橘色，对，我要投橘色，我要投橘色，啊，谁跑票谁就是鬼啊，好，对，跑票就是鬼啊。跑票抓到哦，那就跑票就赢了怎么办？太心机了吧！对，太心机了，跑票都没得跑，太心机了吧？对啊，有啊有啊，顺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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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票哎，狼吗？哎，有跑票啊！谢谢，耶，有啊，谢谢，这个，什么角色都没有，没有詹姆斯，好爽啊！真的都是废物招啊！全员废物招卡，完啊！好难玩的，拜拜！今天到这阿本手差不多该按到这喽。小宝们会喜欢一夜狼人杀，想看到第二季吗？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23333个喜欢，我们再找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玩第二季的一夜狼人杀。我们下期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